照你所讲的哦，完全无得感受到恁的诚意。用利剑二十拍的高分，感觉阁无够值钱。那你曾老师，你有啥物想法？讲出来大家参详看卖。我的想法哦，真简单啦。你们可以不见。用利剑呢，会让有这么好的成绩吼，完全是因为当初是恁妈妈为我才偷摕去的配方，啊，几十年来啊，哦，莫讲是来搞我回事嘞，甚至连一句感谢都无，啊，我想到还答应你的条件。那呢，你当初啥无结果，要拖到今？那嘛是我的好意啦，我本来是希望你妈妈会当主动来找我，哎呦，大家实在遐尼久啊，结果拢有感情滴啊，结果咧，三十年过去，我这份好意拢无任何人看得见呢。邓老师，我代替我妈跟你回信了。我嘛代替我妈甲你说多谢，多谢你这么多年来的好意。我今日是做有生意，要处理这件代志。我希望你会当抢先了解。我甲你保证，你若接受我的道歉，我绝对会好好经营用利剑，让用利剑愈来愈好，让你手头的股份愈来愈值钱。真好，真好。真有大公司、大董事长的派头啊！真好讲，真好讲。那这的话哦，还是伫咧三百年前听着，唔知有偌好咧啊！啊，不过真可惜，今嘛没有啊。要真正用利剑出代志啦！我的配方哦，叫什么破壳乱糟糟哦，我无得继续去这代志。发生落去啦！既然你无得好好保护我的配方，我只有我家己来保护啊！恁那雄雄要问这曾老师的代志。我是在怀疑盛豪集团的总经理去互伊掠去啊！所以你的意思是，你要占大股？你要做永利剑的大头家？永利剑本来就是应该我的嘛，我不过是把家己物件摕转来，啊，只不过这个方式啦吼，即摆由你来选啦，啊，看你是要行法院呢，还是会当咱私底下来参详，啊，哎呀，嘛算我的好意啦。既然知影这是曾老师的出力的所在，柯南小记者哪有可能这么轻彩的放弃调查？乖点，等到你见吴家老师。你无要接受咱的条件啊？搁要甲人过？好啦，我再想办法啦。是啊，想袂到恁妈甲曾老师有这段过去。歹势啦，之前无甲恁讲，是顾虑到用你这个面子啊。啊，不过即马我看到对方的律师函啊，这个代志也无好啊处理哦，用你这就惨。用你这这尔大间的公司，竟然是偷摕别人的配方才发展起来，这确实是些。超级大新闻！安尼，你怕什么样的处理啊？
有啥物代志是阮会当倒脚手的？对啊，曾老师有讲啊，伊讲要看阮的生意。啊？啊？伊讲这款话啥意思啊？这曾老师真有遐心味呢，你讲话安尼奇奇怪怪，喂，甲这人讲话哦，我拨心机的啦。我问我妈啦，伊讲哦，照伊对曾老师的了解，伊上少会肯用你这一半以上的股。是讲嘛足奇怪，啊明明都已经知影曾老师真有可能就是甲江总的掠走的人，啊首相哥哪会到今嘛无任何的动作？你迄天，阮先生听德龙讲了，你叫我啥物拢莫做，伊要去处理啊。啊是，你着继续甲伊周旋，我想办法来证明伊是歹人，啊找到伊犯罪证据，互警方甲抓起来。哎，文正，你莫有白来。伊敢掠盛豪集团的江总的，就表示讲伊的手段比黑道搁较粗残，你也是冒险嘛。啊，不过大家拢卖动作，啊，江总就要让遐个歹人拢逍遥法外哦。你先较冷静的，咱想看卖啊，搁有啥物较好的方法。阿西知影曾老师甲江总绑票有关系，安尼豪哥应该嘛知影曾老师的代志啊，是安怎拢无行动呢？